留步吧。三叔母，娘娘给你绣的热水池子，你要记得每日都要泡上一泡，这样才能睡得香。还有，叔母腿伤虽已痊愈，但还需要医师复查，切不可怠慢。等娘娘回去，给你做个轮称，到时候再叫人给你送来。娘娘，你放心吧，有三叔父在，一定能照顾好你叔母的。 你回家以后一定要听你阿父母的话，别再讲了。三叔父也多听三叔母的话吧，莫要整日无私乱想。娘娘，照顾好自己，别忘了叔母给你说的那番话。现在倒是知道，依依惜别了。当日只身去华县，走失连头都不知道回一下。夫人何以知道袅袅离别时不曾回过头啊？ 难道夫人偷偷的追过去看过他？时辰不早了，准备启程吧。大兄、四夫，一路多保重。你们也多保重啊。不是。走吧。 启程，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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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少商，等等我，等等我。 看去，倒令我心中百感交集。想当初楼妖便是如此追着咱们的车来华县，如今又追着袅袅的车回都城。只不过来时，袅袅还对他不假辞色，这走时却已经清明无间，真是世事难料啊。这便是京城之志也，就像你与我。